方面，子品牌需要在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15日内向商务部主管部门备案，才能在中国内地开展特许经营的活动。那请问一下，直营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必须要100%控股，还是合资，还是管理公司管理就算直营？相关的判断标准，其实我们看到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最宽泛的解释是包括了母公司、子公司或者是兄弟公司和姊妹公司都算是管理公司都可以。对、嗯、OK， 不控股了，不控股就不算了、VIE、对，需要控股 VIE 就不算了。对 OK、嗯、明白，稳了，这就是底子。接接接，陈明老师，哎，我已经有点想跑回来了，我也有点动摇了，是不是？啊，就这部分来讲，我看不到。嗯，好，嗯，关于特许经营中的商标冲突和商业秘密保护，嗯，首先我们团队以子品牌为关键词，在中国商标局的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在第十项下，子品牌这一个商标还没有被注册，但存在大量相似的商标，然后在第44类项下，子品牌显示已经被优先注册，所以如果不是一集团旗下的公司，对，是我们的。是吗？是我们的。啊，那没有问题。所以，那我们这样建议可能是需要您将那个注册类别扩展到第十类项下，因为第十类是包括了医疗器械。据我们所了解，这也是您未来希望发展的一个商业方向。然后，其次，由于商标及其他商业秘密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所以我们团队建议子品牌应该和加盟商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合同终止后，被特许人不能再使用其所有的商标、名称、标志等各种权利和商业信息。然后为此，我们团队提供两个保护相关资产的途径。哇塞，这个延展的是那组没有？首先是通过合同的保密条款，还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对加盟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防范，可以通过明确法律责任来达到这一目的。理解，好，谢谢。对，那点是有贡献、有价值的。肖阳注意到商标注册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他钻研进去看到了这些东西，就是适合客户需求的一个东西。肖阳的基础知识真是太扎实了，他说话不着急，让人很舒服，就感觉他心里有谱、有底，娓娓道来，强啊！王毅都还没发言，这一组，我的天哪！然后我会再详细讲一下特许经营权，我们把这个子品牌设立在中国境内的这样一个方案，因为我们要开展医疗业务，那这个时候就逃不开这个医疗机构相关的一些规定，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合资了。那么合资的话，要满足这个中外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约定，然后咱们还需要获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然后还需要向商务部申请批准后取得这个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这两个证书其实基本上在一个月就可以拿到。然后接下来我会给两位讲一下这个中国内地销售医学美容器械的法律问题。首先，我们在这个销售美容器械这方面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就是这个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然后像中国内地进口一些医疗器械的话，还是需要注册或者备案的。那么这个注册跟备案如何定义呢？其实内地实行的是一个三级管控的机制，第一类的这个医疗器械主要实行的备案，然后第二三类主要是实行了注册的这样一个方式。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我们其实给公司主要准备了两个方案，就是说把这个销售企业设立在香港或者是设立在内地。另外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注册与备案的时间问题。如果是想备案第一类医疗器械的话，一般一个月就可以完成，但是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其实时间就比较长，如果不需要临床评价的话，也起码要15到21个月。好细呀、啊！哇，我讲的超清晰。然后另外对于三类器械来说，无需临床评价的可能是17到23个月，然后需要临床评价的是35个月。所以公司这边如果对于时间这方面有要求的话，其实可以尽快的把注册审批做起来了。给，我的天！申请合资的公司可以直接全资。这么细节吗？太完整了，他资料找的那个扩散的幅度和深度太棒了。
言语太强。能不能说一下搞医疗机构中外合资对于外方我们其实有什么要注意点？哇，这么宽泛的一提问。这个范围其实还挺宽泛的，然后您这边就是有想特别知道的、这个、你肯定医疗机构没有港澳台就是纯外资能拥有吗？因为我看到实际上是有的。这个其实是要看，就是说这个机构在中国内地开展这样一个医疗服务，到底需不需要取得这个医疗机构相关的许可。可能有的机构它其实不需要许可的，那么它就不满足这个医疗机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合资进行。给你两个案例，你到时候回我吧。一个就是眼科医院，一个就是深圳医院，你说一下他们应该纯外资来的，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得到，因为你这里说条例上面是不允许吧。 OK， 他们两个应该是香港公司来的。 OK， 嗯，可以，我后续会把这两家公司跟公司的不同资讯发过来。王毅讲的太清晰了，我听他那种感觉，他的包括他的眼神那种感觉是甲方你要做你做，你不做我们就把这家公司开起来了。我东西摸清楚了，我自己都可以做的感觉。肖阳表现也特别稳啊。对呀、啊、挺好的，特别好。肖阳是主修知识产权嘛，所以他打这个商标其实相当于打到他自己的一个很舒适很熟悉的范畴，所以他提出的这个商标的这个东西其实客户非常的满意，而且是另外一个组有一点点盲区，没有展开到这个。完了，真的开始摇摆。你还需要摇摆吗？真的需要摇摆。我听下来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用一个行话讲啊，就两组的这个颗粒度给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用词好高级。哎呦，颗粒度，哎呦，快给我们普及一下，颗粒度是什么意思？就是举个例子，王毅言语他告诉我们说，你需要医疗器械，对吧？那第几类？然后你需要外资引进来，你办这个东西到底要几天？他相当于告诉我的一个状态是，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全部流程摸清了。你们想要实施，我们随时可以帮你办，我们很清楚。这已经细到我想掏钱了，就对的。因为刚才我看那个两个老板之一，他们对那个非法集资特别在意。对，他们是懂的。他们刚刚还问了，就是，他说。他应该准备了吧？有挺多案例在这儿了吧？他不会没准备吧？每年都有好多的，他肯定会找到。我说他给压力，这两个人硬给压力。对。我要再格外提醒一下，就这一轮是我们的最终投票。啊，相当于盲猜。是啊。先暂时把它移在这边，为什么我要说暂时移在这边呢？因为很明显在这里摇摇摆摆。如果说此时此刻我们有一点点特别不一样的帮助的话，可以有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导演组之前跟我说，此时此刻会有一位神秘嘉宾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有一位惊喜大咖要来。难道是老雷？他如果来到了现场之后，我们有一位观察团的成员情绪会非常的波动，直接影响到有没有可能完成接下来顺利的录制。等一下，我可以补妆吗？看了我们之前几期节目之后，说对我们的推理能力表示非常担心，这一次为了协助我们点亮新一站的充能之路，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大咖来到我们身边，究竟是谁？让我们掌声欢迎神秘大咖登场。从哪里登场呀？在这儿。老雷各位老师好。欢迎洛绿。各位好，哇，本人更帅。金老师这边请。金老师代表我们欢迎一下。别这样。洛绿请坐，来，我们先请坐，坐下聊。那你应该比我小吧？就是您也非常年轻，我跟您都挺年轻的。说话滴水不漏。你现在叫律师，我的天。对，我是77年的，你应该比我小。差不多。啊？啊？七几年啊？没有，这个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这样子，我觉得心态更重要。他肯定80后。小明哥刚才太夸张了，我77年。因为我觉得没有，我八六年。86年，随便问。哇，86年属虎，绝配。你属什么？我属猴，他属虎。老虎不在山，猴子称大王。静静，你不是应该这么说吗？
我属于你。小明哥，太会了，小明哥真的太会了，太会了。金老师，反正个人情况，我们俩帮你就只能问到这儿了，好不好？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大家在工作好吗？我们在录 offer， 几位实习生的这个灯能不能亮在我们的手里？